生活费够用吗？这什么话？你给我足足一个月600块的生活费呢，根本用不完。来，这是你的国庆红包，下个月不许给我生活费了，根本花不完的。儿子真懂事啊！什么？生活费就没了？我一个月给你3000块生活费的。爸，其实为什么跟你讲，我的室友他得了重病啊，我把所有生活费都捐给他了，我说什么都得救他呀。我什么人啊？再给我50啊。你吗？爸，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，是他啊？这是在曲靖茶艺表演上获得的优先择偶权，我们今天就结婚。对哦。哎，儿子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哎，人呢？刚才明明听到声音呢。妈妈，我在这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哎，你现在蛮会穿的嘛。嗨，我都是学我的偶像王嘉尔的穿搭，这是时下最年轻最潮流的穿搭。哎，你这些算什么潮流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 BB 机啊，这可是全智龙联名全球限量款 BB 机，就一台。你给我看一下。你别打那个臭小子。爸，又跑出来鬼混，你看你这穿的人模鬼样，没一个正经。我真搞不懂你们这年轻人怎么想的。你看你爸爸我穿的多正经多好看呢、啊、爸，你不懂，现在年轻人都这么穿。年轻人是吧？我现在是臭小子。爸，就你懂事啊！爷爷，看你穿的人模鬼样啊，老大不小了，没个正经，能不能像我一样穿的正经一点？不像话，跟我回家。